选是不是？不是啦，我是电视啊。哎、欸，吉祥，你快点好不好？我们的 BO 赛还没结束啊。吉祥那边说他这波不会溜啊，我觉得你跟他的战斗应该是要等一下。靠背，他现在还没溜，怎么回事？他们是第二场的，是不是？为什么他们那么好牌啊？人真的很不公平。哎，谁要打卢斯的来打哦？哎、欸，是不是比较弱的人牌比较快啊？好、哦，这迎战哦。对啊，他这迎战。没有人想接我。快 mistake 来打哦！你是在要 mistake 打卢斯？对啊。来啊，卢斯啦，开台啦，开台啦，卢斯啦。我台观众说，美国的 BO5 没有盲选。对 ，BO5 没有 ，BO5 美国没有 ，LCS 没有。对啊，只有韩国才有吧？因为中国现在也没有盲选。没有，什么？还有 GPL？ 没有盲选啊？哦，那不算啊，那学今年赛随便啊。你这样子，我们都很难过啊。那有什么学什么、啊？那随便啊。你还好吗？还好还好。干，我有点无聊，我想要打炉石。干，我现在还好有 PAD 可以打。吉祥好了没啊？吉祥。那排战队感觉要排个他妈什么八九分钟、十分钟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。阿森在干嘛？有没有要打炉石哦？想吃冰淇淋吗？只想吃，是吧？哎、欸，对啊，内湖最好吃的青州小菜在哪里？我们都已经坚持到早上七点了。小福哥也睡着了吧？小菜，小菜，青菜，青州菜，青小，青小，州菜。Je ne veux pas travailler. Je ne veux pas déjeuner. Je veux seulement l'oublier. Et puis j'ai fou.哇，爱困啊！该是我们来打暴雪硬霸的时候了。哎、欸，对啊，我没有 CD key 也给一下，想玩玩看。感觉那个游戏还行啊。不过其实我也不敢说，因为暴雪设计师现在都是脑残，我也不敢说。你看那 T3 就知道啊，设计师应该智商不超过90吧。一个突破天际，你觉得很明显啊？你跟第三就知道他们那个，基本上来说就是那个小学跟国中还有高中都要念骑士班那一种。我们觉得这样很酷。我是不晓得为什么他们那个入社测验没有智力测验呢？我不太懂。干！没到是？没有，我差点死掉了。怎么都会死掉？强的要命，英雄 IPOE。
觉得玩 POE 稍微正常一点啊，玩强的要命英雄的人肯定不太正常啊。干，我就是这个不正常的人啊，超级不正常哦，是不知道为什么那捞币游戏玩那么爽。对啊，你要问教父哦。对啊，你怎么没有拿到一把垃圾的那个传说啊？那么喜欢玩那个什么垃圾的不得了的传说，我是不太懂啊。真心不懂啊，求教。你要问吉米哦，你要问吉米哦。哎呦，还蛮酷的。吉米超会玩垃圾手游，然后玩一个礼拜就不玩了。他每天都在公司跟我说，记得我跟你说出了啦。我跟你讲，你现在公司就是菜，你不出。他就是专业玩垃圾手游，然后玩大概一个月，什么两个礼拜就不玩。我都看不起你。一定是没有跟他玩过手游吧。他 PAD 撑了比较久啊， PAD 大概撑了两个月左右吧，差不多。这一次台湾都在看。哦。他讲什么啊？就垃圾 game 哦，我不太懂。一个连取名都要抄袭别人的游戏，到底是有什么地方可以玩的？我知道你们是员工啊，不方便说话、啊。但是我说句实在话、啊，连取名字都不会，不要养小孩啊！你不要跟我说，今天生了一个小孩，然后说，哎、欸，怎么办？要取什么名字？生出来了，看，从我老婆那边掉出来了，我还没想到名字，怎么办？然后就随便说，哎、欸，隔壁老王说，好像把他叫做远得要命，远痛要强得要命。哇哦 ，That's creative. That's nice.什么意思啊？怎么感什么叫那个？哎，我没给啊。什么东西角色是两个？这不是本来就两只不一样的角色吗？你说我的猎人跟那个吗？哎，为什么我才有观众说莫斯已经睡着了？还不到游戏，莫斯已经睡了，对。行的，啊，行。忙了的感觉没有啊？蛮累的啦，但是没有，就想睡觉而已。除了想睡觉之外，倒是还好。没有哦 ，N 年前。黑木林。我也没有玩盗版游戏啊，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，我怎么去玩神魔之塔了、啊、没有啊，我没有买啊，我好久以前也有买，但是我不知道掉哪去，序号我也不知道。有啊，我没有升级啊，因为我没有买。有喝啊，有喝啊，但是没有差吧。是不是要睡觉、啊、其实喝不喝跟那个倒还好，哎、欸，我觉得没什么差。即将行不行啊？对啊，我们可以拍到，我他妈都不知道为什么。十一分啊，十五分排到。那我们的楼超级无敌难排，有点崩溃。怎么聊我去睡觉了？不知道，我想一下，因为我去睡觉，感觉妈睡八个小时，回来就要收电脑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。可是我可能真的会回去睡，因为家里还是比较。
No, please, my comb. 现在等排队啊，我其实在排 LOL。其实我们在等排队。想睡觉了。499万。哦，ping好高哦，不知道为什么ping这么高，ping一个349ping。完了！哎，你们有进吗？有啊，我没进哎、欸，我在那个组队画面。有啊，怎么办？有你。是我在组队画，你看我是不是闪电？不是，是小蓝是闪电。但可是我在组队画面哈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。哎，还在组队画面吧。我在组队画面，我没有进去啊。我是 P5， 对吧？嗯，请看，你看一下，到 P5 还进不去，那没办法，都要放弃。别进不去啊，这样卡就是卡了。对我经验卡就是卡了，不是啊。长毛，你一直从按排队，他们一直叫你一直按开始游戏。那卡住了吗？一直按开始游戏。说的啊。开始游戏，按哪一个啊？我按开始还是一个？看你的聊天室吧。按叉叉，先按叉叉，我按了，然后呢？一直从按排队。按加入队伍。开始对战。自选模式，自动找到伙伴的对手。你不能进入列队，不能进入列队。你不能进入列队。邀请好友助战，发生不可预知的错误。开始，自动寻找伙伴的对手。有了！是假的啊！太神了！假到底怎么用的、啊？太神啦、啊！有什么用的？不知道，我就一直重拍，一直重拍，突然就进。那也太扯了吧！懂，我也不是很懂。我没关系，不重要。打八了。因为我本来要买。感觉背景好怪。小兰，干嘛？是你的，我不想玩哎、欸。梅西是黄色系，那角色太烂了、啊。锤石，真的假的？垃圾角。对啊。干，说什么锤石？你他妈大陆人哦、喔，你会不会玩？你要玩牙树吗？不要。我玩上路。那我这么碎，我这么碎，牙你妈树。这样子要不拢啦。
然后再去将购啦。